皮肤敏感同埋好多致敏源嘅症状咧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嘅提取物嚟改善情况噶。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嘅反应嘅。咁第二种咧就系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咧就系苹果里边咧最有益嘅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嘅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，都有舒缓嘅作用噶。一塌糊涂。Hello， 我大肥系啦，佢真系大家都知道噶啦。嗯。啊，咁我哋成个巴打台嘅明日之星，咁啊星光熠熠喺佢照耀下，一阵间咧又似关之琳，一阵间咧又话似胡孟清，一阵双天鹅，双、啊、天鹅，哇、嗯、真系啊！其实我最似我老豆，冇嘢讲，即系女生男生。Yes。咁我咁样讲啦，第二次我哋翻嚟咧，都系讲啲感情嘅嘢。嗯。感情嘅嘢咧就冇分对错喺我心目中，但系咧有个问题就系、是、成年人，尤其唔系后生仔啦，可能感情冇咁浓烈嘅、嗯，即系冇拍拖冇咁浓烈啊、嗯，或者比较淡啲嘅，因为理智咗啊嘛。嗯嗯，系痴身问题，嗯、你怕唔怕男人痴身？嗯，而家下系点为之痴身？好烦，唔好成日咁烦咯，即系我会觉得唔好成日咁烦啦。而家大家都系咁嘅年纪啦，痴身唔代表烦噶。哎呀，成日话哎呀，你今晚喺边度啊？今晚同你食饭啦。哎呀，你今日边度收工啊？我顺便接你放工啦。唔系呢啲 OK， 呢啲 OK， 呢啲 OK。咁啊，痴身嘅定义系点？啊，即系万能噶，最好唔好。唔好日日见啦，我自己个定义就唔好日日见啦，系啦，久唔久见下，咁使乜成日见啫，咁烦。咁咩？咁主要我有自己空间啫嘛，你都系空间啊嘛。咁你唔系应该话两个人一齐应该系享受开心嘅时间？啊，咁如果日日见唔使啊嘛，咁喂自己有自己嘅朋友，自己有自己嘅空间，咁我都有嘢要处理噶嘛，咁日日见你做乜啫？即系你。的定义就是说，如果那个男士、啊、斯文很多男士、嗯啊跟你拍拖、嗯啊、拍拖就是说最重要大家、网上、有两句留言交代到你今天的事就 OK 的了。可以、啊、你不希望他参与你的所有的私人活动或者识你的朋友？不会，不会，我可譬如有些私人活动是譬如我跟女仔去喝嘢，几个女仔，那我没理由叫你而已，是不是？譬如如果有些聚会的，可以有大家都带另一半的，就带埋咯，但不会刻意咯，不需要咯，其实真的。但如果这个男人坚持呢，哎呀，我咁中意你，我一定要咧就识你啲朋友，睇下你识啲系咩人。哎呀，我为咗你安全嘅就，你会唔会俾人呃啊？咁又或者咁啊？当然你唔会啦，咁精明。咁但系咧就，你识嘅啲咩朋友啊？会唔会咧带你去啲咩地方啊？点样点样？即系你系唔接受嘅？唔系，咁你唔信我咩？如果系咁样，即系譬如吓、啊，你问问。即系嗰个人问问，咁我觉得我会解释俾佢听，我去边啊，识啲咩朋友啊，咁可能我哋相处嘅时候，佢大约都知道我啲朋友系一啲咩类型嘅人啦、啊，系咯，咁我仲健在，应该冇乜人呃我噶嘛，嗯，信任咯，我觉得系。但系调翻转谂，唔系信任问题，嗰、那个男人本身就系好中意黐住你，因为佢好爱，咁咪好 Q 烦咯，咁佢爱你喎、啊，吓、啊。爱咁会唔会太爱啊？
咁你中意个男人，咁即系梗系想个男人好爱你咁样。我应该咁讲，以前咧，即系可能以前啦，拍拖或者初初结咗婚咧，我每日都好想有恋爱嗰个感觉噶。就算我生咗个女咧，我可以咧个女系个地位冇，即系个位冇咁高，都系。个老公好啲，我成日都每一日都有恋爱感觉，哇！希望佢每日都做啲好浪漫嘅嘢俾我，或者每日都黐住我咯。但系依个年纪到而家，我唔会咯，唔使啦，大家又唔系年纪细，黐乜鬼啫？咁你点睇啊？我好谂紧，因为咧，我对我嚟讲咧，拍拖有结婚都好啦。做朋友又好，每一个人都有私人空间嘅，每一个人都有啲嘢咧，即系个人心里边有个人有咩都好啦。佢每一个人都有啲小秘密嘅，唔想同人哋讲，开心唔开心梗有啲。如果佢愿意讲就讲啦，唔愿意讲就唔讲。嗯，我自己本身都系，因为我本身系一个，我系好中意一个人。嗯，啊，我系好中意一个人，由细到大都系，我中意一个人去睇戏。行书局，因为你唔想你嘈我，甚至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去图，以前好中意图书馆嘅。嗯，我去睇波，去大球场，其实好嘈噶嘛。系啊，但系就中意咯，我中意嗌咪嗌咯，我唔使哎呀，你黐咗线啊，你嗌乜嘢啊？哎呀，好多人望住你，咁我个人我真系想嗌嘛，系啊，我人真性情就系我自己咯。嗯，譬如我中意睇啲小众啲嘅电影嘅，啊，即系。甚至伊朗电影啊，或者有啲好多年前啦，就系有啲意大利嘅歌剧啊，拍咗变咗即系舞台剧啊，变咗电影啊，咁喺香港播啊咁。咁我本身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嘅常客啦。嗯，咁我都话啦，我同你去，咁我梗系想大家共同有套戏，大家都想睇。系，但系我睇呢啲戏咧，有阵时你觉得好闷啊，即系身边另外一半啦，唔系阿 Janice 咁，咁冇咩必要强迫佢。但我亦都唔想我去睇嘅时候，即系咧忽略你，咁啊唯有就系自己咯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，譬如有阵时尤其男人啦，同女人有啲唔同啊。嗯，女人就比较直接啲，咩都讲啊，因为佢想讲好多嘢俾个男士听。男士就唔系嘅，男士咧就习惯咗，尤其。我哋所谓嘅中国香港人社会有中华人社会啦，因为而家讲中国人好危险噶，一讲你系中国人又俾人打噶，嗰个华人社会咯，好多男人细细个就灌输咗，你是照顾家庭嘅，你要顶得住压力嘅，你系要承担好多嘢，咁咧好多嘢咧就变咗佢会收埋喺个心度，有困难有成，佢唔会开口讲俾另外一边听。嗯，咁就变咗沉默啲，但你成日黐住佢，佢就一来觉得你烦，第二咧，即系觉得另一半烦啦，唔系佢烦啦，即系零零舍舍，你就会走啊。其实黐身膏药咧，唔系一件好事嚟嘅，系当每一个人或者另一半佢系好烦嘅时候，你应该系俾啲空间佢，等佢安静啲。嗯，亦都唔好每事问。其实女人感觉好犀利嘅，如果你隔篱嗰个咧有另外一半咧，你好快知道。佢冇嘢做，你都会知道的。嗯，系认真的，女人好叻噶，男人冇咁叻。系啊，观察入微啲。吓，女人咧，你个男人少少有少少变化咧，系佢已经知道噶。一直觉咯呢、啊這個。所以亦都唔需要。如果你话你唔知道，就是你自己呃紧你自己嘅啫、嗯。女人系唔同男人，因为男人就即使佢好细心都啦，佢都未必会察觉到。嗯，但女人个第六灵感系完全唔一样。所以咧，点解又开呢一节讲咧？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我哋头先有个朋友，佢咧去边度？朋友，阿朋友，咁啊，啱啱同佢食完饭，咁佢咧就好中意四周，佢咧就对个女朋友好好嘅。嗯，去边度咧都要嘘寒问暖啊，任何事24小时 on call on duty 咁。佢唔电话响，佢都要追踪到个女朋友。个女朋友喺边度咧？佢自然出现。如果个女朋友咧话叫佢唔去咧，佢就唔去。即系点啊？系唔去啊？定系想去又冇得去嗰啲啊？佢之前佢一早报咗名，哎呀，我唔知道我得闲啊。如果知道得闲，我都去埋就好啦。咁，嗯，即系话24小时
最好有26个钟添，吓都要同个女朋友一齐嘅。佢 on call 365日。哎呀，冇错，唔系 on call 70次。咁咧，我知道咧呢位男士咧，头先我讲咧好爱佢，但我其实咧我都同呢位男士讲过，我话有阵时黐得咁紧系咪一件好事咧？拍拖到咧，黐得咁紧啊，系咪一件好事？但佢即时话咗俾佢听，点解唔好事啊？证明我紧张佢咯，唔系咁你要睇年纪嘅。我爱佢咯，咁要珍惜而家嘅时光嘛？可能佢会觉得，即系个年纪咯。但系咧，我反而系咁啦，即系我啊老大，唔系我你啊老大不小，即系又唔系大又唔细啦。即系你即系嗰啲说话就我后生喎，林郑话我哋呢啲系啦，未到中年，嗯，系咪先？咁我哋接近中年啦，吓罗志刚码头。我成日都话啦，因为我哋去到呢个年纪嘅人咧，嗯，改变唔到，变就相对固执，嗯，个个嘅性格形成咗，同埋性格系鲜明啲嘅，嗯，起户咧嘅，即系起户接受能力都低啲嘅，咁我就话啦，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，黐得太紧张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嗱我。以前咪有僆仔咁一齊去玩啦，咁、但係當你嘅嗜好同嗰個人嗜好有啲唔一樣，你嘅朋友、你嘅家人、你嘅生活圈子都已經係大家幾十年人啊嘛，係唔一樣嘅話，興趣都唔一樣，因為你興趣好難改嘅。僆仔會唔會或者貪玩、一齊去啦？去邊度？或者10、20歲去，但係當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，即係我好中意打邊爐嘅。虽然食得少，但我真系好中意打边炉。即系蔡澜咧就话呢啲系垃圾都好啦，四埋哎呀冇文化都。其实我最中意食饭就系打边炉，任何形式嘅打边炉，只要佢系打边炉，包括即系食羊腩煲都系打边炉。嗯，系咪？咁我就话啦，你唔中意或者隔篱嗰半，咁我自己好似啱啱识你嗰阵时啦，你问我喺边度食饭，打边炉喺边度打边炉，晚晚打边炉，大快活咯。冇咩食嘅，我就系中意十把十把咯，同我人一样。去日本沙煲沙个餐厅嘅70几蚊，我楼下沙煲沙煲咁，咪又78蚊咯。嗯，楼上仲平啲，大快活。咁啊咁样嘅咋？咁但系我得啫，隔篱个唔得。咁我就需要有啲私人空间。但系我一个相对独立嘅人，因为我冇咩朋友。嗯，我系冇咩朋友，我系收工就翻屋企。阿 Janice 有阵时问我。你嗰排边啊？做完节目翻屋企咯，每日都翻屋企，好早翻屋企。系啊，好早翻嘅。总之一做完嘢我就翻屋企噶。你同我讲乜嘢都好，我都系要翻屋企嘅。系咁诶，唔系住我嚟做一个例子，而系话当一个成年人有啲习惯改唔到，嗯，亦都唔想，即系做咁多年人啦，你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，唔中意啲乜嘅时候咧，你亦都唔想重新适应。佢只不過佢中意一個人，而呢個人同我有啲某部分好夾，我好中意佢多。但係你都要保持翻你自己，即係好多人啊，包括我啦，保持翻自己嘅生活圈子同埋自己嘅生活常態啊。嗯，唔想去改變佢，因為你去到呢個年紀，你去到呢個時候，你覺得呢樣嘢就最舒服啊。嗯，你個生係啊係啊，生活節下姐好似咁同個女食嘢咁啊，發張相嚟啊，我今晚食日本菜食魚生咧咁，其實就係咁咯。系啊，系嘛，即系好似咁，我系一个好讨厌影相嘅人，我 Facebook 冇头像嘅，亦都净系睇人哋啲新闻啊，睇人啲事嘅啫，吓，所以咧有啲人刷喺个大飞看天下啲网页咧，有时留言我会复嘅，但你赞好咁我就唔会写，哎呀今晚点样啊，我会点样啊，我就冇，因为我自己中意都系静啲咯，唔系净系讲我，其实亦都讲俾代表好多人，唔仲形形色色。嗯，去到我哋呢个年纪，我哋个生活习惯系好可怕嘅，亦都无意改变嘅时候。但系你因为有咗段感情，即系唔代表你离咗婚啊，或者你可能几廿岁人拍拖都冇成功过，成功啊代表结婚啊。嗯，咁冇成功过，或者真系想另一半唔结婚都冇所谓，两个人相处早。我识得好多男人系咁，女人都系。两个人拍拖不打算结婚，你住你屋企，我住我屋企。哇，几好啊！呢、这个真系非常好啊，唔好烦啊，真系。啱嘅咪打个电话出嚟咯，咁咪饮下茶食饭咯。如果真系有需要嘅，唔使揾安全屋嘅，即系个警司就唔啱啦。
啊，咁啊，香港都時鐘酒店都多嘅，啊，我即係話俾佢聽，我哋去到呢個年紀，其實同阿 Janice 諗講下講下都有啲夾，都有啲夾嗰啲觀點都。咁我就話，我哋真係唔需要嘅。咁但係咧，頭先我哋引發呢個話題，因為頭先我哋同我哋食飯兩個人，啊，咁啊，其中一個佢就好似隻膏藥咁。系咯，唔知食食下食完走咗唔见咗人喎。啊，虽然今晚佢离食嘅系啦，咁又唔见咗人啦。吓，突然间做下嘢，咁啊，突然间唔见咗，去咗四个钟，咁我话你去咗边啊？我头先我去咗北角睇大戏，啊边个女仔嗰边啊嘛，咁我谂住睇完大戏先再做，因为我哋自由工。嗯。咁我都觉得，吓，你个头咩？吓，即系对我嚟讲咧就。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当然啦，每一个人睇嘅嘢唔同，可能佢哋两个好享受都唔出奇。可以嘅，即系其实有啲人系可以嘅。吓、啊，咁我都话啦，你系咁，你个女士受唔受咧？咁，但系咧我就最近咧喺个女士嗰个口中听到，佢哋两个其实就系唔好话神雕侠侣啦，吓 啊根本上就系郭靖与黄蓉啦。点解咧？一个女人讲咗句说话。好惊讶，即系个女朋友同我哋讲：我咁嘅年纪，我识个男朋友。如果个男朋友唔系样样都以我为主为先嘅，识佢做乜嘢啊？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